吗？每礼拜每礼拜无同款，不一样。我介绍一下安那个，不过像我这公司还坑嘞，坑死了好多。槟榔刀、锅包刀、威严土刀。我出错胃口。有啊。今晚固定大家落去确定。你那边在订看嘛有票无？有开无？有开无啊？拜的东西，这样子，公司就是，你起码我主要来点那个情况，这样平时拢没。平时拜的东西，一讲一礼拜不，礼拜瓜，
南大海是阮弟的朋友。对啊，他第一次。唔爱吃。余桂芳早，志纯早。你表听袂哦？做老早。哈，你表讲查某做农查某食米用迄袂？你管呢？啊，那表说上年个上年个上年个定定食看下看好无啦？肯定。袂啦袂啦袂，上年来定食看好无啦？阿咪就阿咪就作用啊！你是咧？今天啊，看好看看我。较好困啦，较好困。免啦免啦免，做上年做上年，你查某食咸鱼片，我做好食面啊，好食面啊，我唔食个我唔食个啊。你你咩人哦？你咩人？咩人啊？你是讲伊袂对啊？是？看你啊！做不了，做不了了。你要开讲，你要我要开讲，咪讲咪哦。啊！你报咩来？你报上午上。在那摆摆摆摆，我摆摆过来，摆过来。你明仔日考试啊？你明仔日要提我去考试啊？来啊！谢谢我不就做好你啊！你是工地帮我啊？在我前，我在工地帮我。我那是。我跟你。出名好，你出名呀！郑明达、丁建达、黄良达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，卖工地我弄做好的。南新达、余振达。我不是这样。你这个是这样的。是一只加固刀。
那有变瘦吗？拜我妹，拜我妹第五次啊！哎，你人家伫住好迄个哪来？有，阿公拢无讲话哦，才袂来袂讲话啊！拢徛后壁啊！阿公，好啊，恁讲哦，你看阿太子恁阿姨在怎啊？拜阿你啊！哦，变种哦，到你嘛，下拢过夜，过经难，你知无？系啊！啊，来，正常上当然来搞乱就对了。哦，头到脚拢是，迄敢是？我都踮咧徛后壁，拢无讲话。啊，你来就讲啥？啊，你啥？你慢慢安尼，态度差着，你安尼袂使。无聊诶，无聊啫，无聊。你讲老伙仔开始就无聊诶。我只好无聊，伊感觉伊生活足无聊。对啊，伊讲啊，很减一味。哦，哎呦，哎，我这个知道无？一摆，这一摆好少。天亮了，不能发现。你这来，你来过，一到到你怎么来？到过用吗？哎呀，这不可能要死啦！这不可能要死，这不用，哎呀，我看不着的。哎呀，还不用在那看我呀？在那看我，不看你，就讲到这里来看我，不看你啊，这种来看你。公鸟啥？乌鱼。奖我150。哎，无讲，好这个。鲨鱼尾头尾啊，头尾有啊，嘛有啊，有啊，本来西尾，这两条，我只对人感觉钓鱼打嘛有嘛，啊是六七百，三百，这个小头尾，头尾不方便，这个不方便，先那个烤嘛，先烧的，再看那不好，要看有在无，该了不，头尾要看蛮好，头尾看蛮好的，啊，在你手机上面。什么讲？这唔知，这怎么介绍？最近的，你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。没有，你又起落较大，伊唔知，我同你讲嘛。两百了。你爱管伊个，我同你讲。你是两百。啊，是迄种的吓，是迄种的，唔是迄个较细第一种的啊。大哥，你讲这种是什么？这海金，海金节目，海金什么海节目？对。一种诶，较细地。你看，鱼仔我也起着吼。哎呀，最近尤其最近。什么鱼仔差贵？我那贵鱼。什么鱼仔贵？最近。像啥鱼仔，啥鱼仔是乌鱼啊？乌鱼出啊。乌鱼哦，鱼都敢乌鱼种鱼好，人家出哦。
村里遐拢无个，人买路啊，人去去学校啊，去去包海大尾就压村里，人去市区啊，人人买地啊，今年贵，老师介绍歹个，贵贵价袂讲个，今年贵，哎呀，贵贵贵，哎呀，好个呀，嗯对，三百，对啊，这么大个，好啦，买一岁啦，买一百就好啊，我咧卖一百来着，我咧卖一百，我两百啦，我计嘛差不多一百块就最少啊。老板，哇，老板这么早起啊？你是睡不着，还是真的这么早起？你身体好还是身体差啊？这么早起，你想早？小文章，今天好像天气会稍微热一点。我刚才昨天看气象，青青早，青青。今天会热，等一下，等你头出来，今天会热。听讲拜五才会开始在放。讲要落雨，你讲中部啊，北部啊。今晚有时间紧嘞，紧。两只尔。今晚有两只。我手头还有三五只，一头你，你该你倒无？有啊，有啦。大哥，我都在是师傅啊，我你看见我都要起死啊，我。如果未晓。呵呵。我跟你说龟拍你行慢只，都无胖呀。系啊。青沙，王国胜早，文通早，小陈早。今天早上有稍微凉一点，等一下那个太阳上来就不会凉，就不会冷。今天有白虾吗？等虾是多少钱？你光虾？你光虾？光虾？光回家光啥？我继续做，你又免做啊？我那免做啊，只系做那个。哦，你养猪先，我都嗯，你排名啊？你刚刚讲白虾？有啊。白虾几千块钱？听你哦。嗯。千八啊。啊？千八啊，千七条啊。一千七，那你要不要来拿哦？白虾，等价一千七。饮品。好问题，好问题。佮小妹，我唔是阿爸哟，阿爸是只三千米哦，阿爸来去钓鱼。是整箱的，就是那个宝玉龙箱的一千七哦。青山。啊。银花卤，我看一下桌面。银花的是卤。今天刚卤。没有，今天没有。早，各位老师早，我要看，我找一下桌面，让你们看一下。